捷运是城市最主要的交通工具，它又快速又方便。在每日搭乘捷运的通勤中，进而发现了捷运的一些问题。问题一，大部分的乘客通常都集中在中段车厢，左右两端的车厢反而没人。问题二，常常需要靠人力的指挥来辅助人群的疏散。问题三，另外也时常发生乘客不知道哪节车厢的人群比较少。Eurostation 的概念是希望透过智慧化互动装置的指标设计，来解决大众捷运系统在巅峰时段进出的问题。